是行同齐。世界充满美丽，感谢你送我的花，感谢你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真爱，我真总是相爱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走过这段路，亲像星半月。路顶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外酸风外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无你的一切。兰阿妹结婚那一晚，伊的翁婿呢不幸心脏麻痹来死亡，伊的大家呢鼓励阿妹得过嫁，而且呢叫伊甲一个号做赵家港的来相亲。阿妹呢因为唔肯过嫁，请伊的好朋友追回来斗三工，在伊甲这赵家港约会的时阵呢，假作伊的男朋友要将对方来甲吓惊走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这风流的赵家港因为呢唔肯娶一个死翁的查某，所以呢逼伊的同学李阿德啊，就改伊的名，去甲这个阿妹来约会。而且答应讲到时呢，要娶一个叫做有心啊，去予阿弟啊放杀的查某，安尼哦，以免哦事后哦，阿妹甲伊哥哥甜啦。哎，想袂到，啊两个人一个见面了后，竟然一见钟情咯。我昨暝还看你去约会开房间名咧。无啦，你讲，伊昨甲你约会去开房间哦？当然咯。你？我是李阿德。什么呀？李阿纳多？你神经病啦！你别插伊吼。你阿纳多，阿纳多。嗯，敢讲伊真正是一个风流寡妇，四界咧诱拐查甫人。哎，无成呢。吉刚，拄仔笑的话吼，你莫相信啦嘿。哦，对啦，伊就是吼，约我约袂着啦，啊，拢四界共讲吼，讲我甲伊开房间啦，你伫遐相信我诶？我相信你啦，我知影你毋是迄款查某人啦。哎呦，我看到你，我就知影讲你足温柔诶，看到你。你看，一家都这么坑，你了。哇哦！
原来你就是那个辣妹，哎，不是，那个温柔的阿妹哦。你讲，伊巴肚内的囡仔是假讲的？无啦，不是我的啦，伊在搬戏啦，你莫听伊的啦。你走啦，你，我想要走。听我讲啊，你讲，今嘛状况有变化啦。我看到阿妹啊，看到我就杀掉伊，一见钟情啦。哎，我跟侬，你紧走啦，莫破坏我的好代志啦。早知影是伊哦，我就袂叫你替我来相亲啊。嗯，对，要搬就搬一个较焦红的，我阿妹相亲哦，这一切拢是假实的。嗯，我打你嘛好啊，啥物我咧搬戏咯？廖小妹啊，嘿，咱敢是咧搬戏？搬戏，我啊，我的巴肚，互你生到这大啦，我咧搬戏，我规日哦，计死死的话啦。卖个哭啊！卖个伤心啦！我今仔日哦，一定叫伊哦，害你一个公道啦！伊个是你啦！哎，阿妹啊，你唔通看伊这个面哦，这个面安尼，中风老实啦！嘿哦，迄种骗人的啦！伊唔来骗阮表兄妹咧，阿珠啊、阿辉、阿美啊、阿峰啊、阿芬啊，拢有伊的囡仔咧，上重要，迄个手臂啊，为着伊昨跳起来自杀。够人为伊自杀？对啊！阿妹啊，卖听你乌白讲啦！就是啊，就是啊，你哦，用什么叫搞保伊哦？啊啊！我搞不起啦。嗯。你这个风流鬼，等等啊！他就要靠你骗去。阿妹啊，你听我讲啦。听你讲。阿妹啊，水水水，大了水。水水，你一口好啦，就别讲，你真心要甲我喊，我好你死。你放手啦。怎么啦？今下来等啦。手啦，先等啦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们这个小姐的命啦！哦，布拉萨，你倒都无看到，我跟阿妹啊吼，拄好要来电的时阵，这个唔知个在里面，又来甲破坏啦，我揣大骨倒的啦，有啥我个玩弄的啦？哎哎，你别较拜托一无，啥物甲你破坏啊？明明要安尼计划好对无？你惊迄个死人的辣妹甲你哥哥甜，等用这波甲惊走，安尼对袂妥啦？对，对你个头啦，对！哎，今仔人来相亲的阿妹啊吼，伊唔是一个辣妹了。伊哦，伊是一个又搁温柔又搁美丽的女人，我看到伊哦，我就一见钟情。啊，我搁甲这个唔正经讲，讲莫来甲我破坏。吼，你哦，你阿妹面前哦，搁愈演愈逼真嘞。搁你啦，靠阿妹死袂活。是，家家人叫安尼搬的啊。唔正经你啊，你害阿妹啊，捡是我真正一个爱情骗子，害我搁捡巴结嘞，你存心甲我破坏。讲啊对啊唔对啊，啥物话你破坏？阿妹今仔要相亲对象是我，唔是你呢？哦，少加讲诶，想我好呢，是你家己讲无，才拜托我来呢。迄是因为吼，我唔知影这个阿妹，就是前天我伫庄家看到迄个水姑娘啊，那知影是伊吼，我哪可能让你啊？啊，你刚看到就是伊哦。对啊，所以我拄只吼，将计就计，把你两个破坏掉，我叫我就甲阿妹哦。阿登啊，你真正是小人嘞，你啊！哎，这什么小人啊？伊是我的梦中情人嘞！啊，我哪去让妞你啊？我先甲你讲哦，咱平大生哦，你袂当去笑是我的阿妹。啥个呀？你的阿妹哦？对，我即摆已经准备要对伊展开我的攻势，再甲阮爸讲，我对这个阿妹啊，非常的满意。阿官啊，哎，来登。想袂到，我才坐你来，头一次喜欢一个查甫人，竟然是一个爱情的骗子打死了我。啊！阿妹啊，啊你相亲回来啊？啊，情形甚么款？妈，卖阁讲啊啦，担心卖阁讲啊。迄赵一刚，你无介意是？介意。妈，伊竟然是一个爱情的骗子大色狼哎！而且哦，佫四界欺骗人查某囡仔。才想这代志哦。然后你甲伊讲话的时阵哦，有一个查某带因表兄妹要来找家讲啊。而且人迄查某囡仔巴肚内哦，已经有伊的囡仔呢。是因为去互放生哦，啊，伫遐咧天天哭哭。
阿妈，佫有找一个查某囡仔吼，去为伊助产呢。哎呦，这样无良心呢！吼，有够卑鄙，有够下流的啦！妈，迄时候刚才有迄个小姐出现咯，啊那无吼，我一定会去骗去的啦。甚至吼，佮伊发生关系，佮有囡仔，然后再佫去互放散。好，你刚才吼发现了早。你搁甲我挂保险，讲什么老实到要死，故意到要死，我绝对要找你算账。哎呦，哎呦！别挨了，别挨了，啊！跟你讲，迄手断去是袂使拔完，都硬要拔完，都跳死好了。爸，人我唔是咧爱一只手啦，人是咧阿公吼，我三暝安尼规暝拢袂困一下。我就从见一面哦，规家到咧死死昏昏去啊啦！哎呦，死倒鬼啊！迄查某囝仔人讲迄落物件下事，到底是啥物意思啦？爸，你不要讲要结婚啦！哈，要结婚咯！我本讲完咧，倒来之后，迄就是要让恁两个哦，杀做对。爸，啊你是到位到位去啦，那不是要继续讲完啦？爸，你若阁讲我甲伊煞做对哦，我会带起来啦。好啊，好啊。啊，你到底是要嫁啥物人啊？人要嫁吼，是家港啦。你讲你要嫁上家港哦？我，爸，自从哦，迄天我看阿妹去相亲，安尼见面一面尔，我都回家甲你死死昏昏去啊啦。没用。为什么没用啦？嗯。哈、啊！你要嫁什么人拢会用，就是袂用嫁赵家港。嚯、哦，迄、那个狗囡仔，迄有够风流的啦！迄看到查某就咕咕叫啦。有啥物关系啊？对啦对啦，爸，啊一个风流，啊一个水性杨花，电视有在讲呀，速配。对啊对啊，伊若敢去风流，我就走出去花，花到让伊唔敢去风流。哎，查某囡仔，迄个三百岁，减讲几句啊！我若听到你讲这话，我就想到较早恁老母。伊来对人走，伊是说，我爸，你讲啥物啊？较早阮妈妈是对人走的。我刚好讲一句。无啦，唔是啦，我是讲哦，较早恁老母过身的时，人我安尼辛辛苦苦甲你叠叠叠叠到这哩大汉，这哩水，你的一生哦，我袂使为开在赵家港手头，所以我绝对无答应。你什么代志拢做得出来哦？我看我做什么代志？你甲我挂保证，讲要介绍一个什么石啊鸡港，给阮的阿妹啊，讲这人偌故意偌老实，吼、哦，原来是一个爱情骗子啊！哈！哎呦，那有迄个代志啦？迄是阮朋友的后生呢，迄人故意到要死的呢。无啦，爸，你拄则毋是安尼讲的呢？你讲鸡港这个人吼，足风流啦，不准我嫁。你是咧动啥啦？拄则你明明安尼讲的啊，小机长啊，你若知影吼，即阮爸吼是插政治的啦。那即个插政治人讲的话吼，拢爱拍折啦。嘿啦，拢爱拍。你敢嫌弃？你过来。好，我拢气死了嘛。气死应该啦。你无想看卖，人阿妹是我尔贤惠，我尔乖巧呢。阿爸，伊若真是嫁予迄种人，爱一世人乌油去。袂那会啦，迄若结婚了哦，迄家境就改啊啦。啊，若万一袂改嘞，阮阿妹幸福，唔得害了了。下来。提啥？你敢提钱问人钱啊？啊，提还我？咱当初就讲好啊，问人咧是无咧提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另外吼，佮恁阿妹啊介绍一个较赞的。唔免，啊无安尼，我另外佫介绍一个予你啦。啊，像你安尼哦，遮水，身材佫遮好，啊佫遮有气着，安尼，好，好无？好，啊若无吼，予你去想着较早迄个查甫的，你欲靠欲黏，安尼哪有？好，你是钱也上啊，啊你甚物话拢讲会出呢？啊你是欲行硬平啊？好啦，行就行啦。
叫我摕钱出来，比割我的肉较疼呢。八千，你敢提一万？2000块，卫生津贴。算2000啦！2000啊！哎呦，爸，2000搁2000呢？爸，你拄才讲了真对啊！若结婚了吼，家工一定会改啦。那安尼吼，你着介绍给人啦。改？迄改你3000多遍都未改会改？迄是绝对未改，永远未改。爸，你的电话等足久哦。等足久你袂晓甲叫哦。吼，不你来去上无路用。喂，阿雄兄，我慢来啊。哈，慢来啊。是啊是啊，我来讲一个好消息哦。阮家长啊去甲阿妹见面了后，顶下甲我讲，伊对阿妹非常的满意。哈，有影个哦。是啦是啦，伊想讲要去遐住几工啊。啊，你约阿妹啦，啊，培养淡薄仔感情，冇问题，冇问题。你做你叫伊搬来我遮住袂要紧。哎呦，啊，你讲我敢若兄弟啊，咱家己，我也袂甲你计较啦，吼、哦，出细钱饭钱照算啦，吼、哦。好，冇问题啦，啊，出来决定啦，吼、哦。再见，再见。爸，多谢吼、哦。我是希望讲你以后唔敢参与小狗咧争毛孔安尼啦，七月你约走啦。袂啦，爸，阿伯袂啊啦。那你甲阿弟也做伙去。阿弟啊，你行李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啊。做这条桥的中间差了4-5个月，你安来来去去嘛真无方便。所以我有敲电话给你乡长，叫伫遐甲你找一间厝，给你搭住。你若有去，你就去找伊。手机啊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阿静是？来，我来介绍，静是李先生李阿爹，我带伊来家己租厝的。好可怜，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。阿静是？来，我来介绍，静是李先生李阿爹，我带伊来家己租厝的。是啦，啊，你好，就记啦。这位李先生是一位工程师，这位是奉派来咱溪仔头要监督建桥的工程。啊，因转去台办吼，来来去去无方便，伊决定要踮咱附近啊租厝。啊，你都讲过，讲房间要租人，我带伊来看。啊，阮这个歹所在，啊，你唔知介意无？阿妈，你受客气啦，就记啦。啊，你既然有这个意思做，无你即马带伊房间看看。哦，李先生，啊，你现在来看介意吼？啊，你就住落来，阿妹讲啥物租唔租啦，哈？啊，谢谢哈。啊，来，阿弟我来哈。哎、欸，阿妹，阿妹啊，哎、欸，我才要去恁家找你呢。啥物代志啊？我听阮爸爸讲吼，赵家刚做介意你，要倒来阮家要入你呢。哼，伊会敢约我？我著用扫帚甲吼出去。你真是无介意哦？介意？我刚才想这爱情的骗子大色狼哦，我著想要吐啦。好好好，安尼吼，我就要对展开着真个讲说。我来听。真好，真好。卡斯阿妈吗？阿妈，你。啊，李先生。阿妈，叫我的名就好啦。一个人伫外口食饭嘛，足无方便的。哎，卡斯你若无去嫌吼，你来我阮家。多谢阿姆，也毋过吼，安尼互你伤麻烦啦。哎呦，我讲啥物麻烦啦？我毋是甲你讲话，啊，厝内面就加我啦，啊，阮新妇啦，啊，加两个人啊，啊，你即马搁租我的厝，啊，就那个家己的人同款。妈，我进来啦。你下班啦？啊，来来来，我甲你介绍。啊，这位吼，就是。可怜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。
过，爱你。妈，我等下你啊，你下班了、啊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。啊，这位哈，就是。师妹。啊，你就是阿妹的媳妇哦。是啊是啊，你是我媳妇啊，阿妹啊，爱在龙回去上班。你有识识是？什么叫识识呢？这个爱情的骗术大色狼，你真正要到阮家来啊？是啦，我。我跟你讲哦，你即马就跟我出去哦。啊，若无吼，我就该扫帚给你轰出去。哎呀，阿婆，你先创啊啦。嘿，啊你对人客遐尔失礼着，那是乡长来来咱家租厝呢。哈？伊来咱家租厝？爱你爱到阮的心结归球。太阳照，别人敢有可能亲像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，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酒，希望会当甲阮有好酒，香香干杯，从此不再想，苦苦饮落一杯酒。